媳妇儿好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就是花蕊们老师说，咱们不前段时间卖这个垂丝茉莉的，对，他们说怎么样做成棒棒糖，他肯定做棒棒糖，他都会遇到很多问题。你收到一根直溜的还好，是吧？那你是不是弯扭七八的？对，说他说老花姨，我是弯的怎么办？我说你是弯的，你找人给你掰直。我说的他是弯的。来，咱们。所以你找一根像那种铁丝铁棒是吧，或者说你去吃烧烤糖葫芦的那种杆你都可以旗子这边给它插下去。把根系插坏了。你打针的时候还把你给插坏了。那在固定之前呢，咱们先完成修剪这一步。我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，所以咱们就可以进行修剪了。嗯，所以咱们在修剪的时候呢，像这个还是比较短，再长一点才好呢，再壮一点哈，再去长。你看下面它长得比较强，那硬广的话要求咱就给它剪了吧。好啊，剪的时候你来下剪刀。这么下？你剪，你把头剪了不就行了吗？这样啊，再往下一点。哎，对，剪了它啊，剪了以后这个可以扦插是吗？别浪费了它，我就觉得别给我浪费了，把这个大叶去掉，我插到里面，万一活了呢？是不是把那个头也得剪了？不剪，不剪它。剪了头这样才活啊。你剪头干什么？不剪，那留着它，留着它万一活了呢。然后呢，把下面的这些个叶片撸掉一部分，这下面会有芽点的。你这样剪不仅仅是这样剪，那你的意思就是把芽点也得撸了？对，把芽给它抹掉，把芽给它抹掉，上面留三对叶片就够了，就足够了，把芽也抹掉。你剪了以后，免得它下面节外生枝，它的顶端优势就不在了。它就做不了棒棒糖了。对，它的顶端优势就不在了，它会认为这里就是它的顶端了，它会在这里长。到时候你的棒棒糖它做个什么呀？就完，然后给它笔直一下，再插一下。啊，原来的地方，原来的地方。好，把这个弯的这个地方给它固定住了。给你。还用那大金条？24K金，这不就直了吗？弯了个弯的怎么办？弯了弯半，直了直半。它是不是得变成？哎，这底下木质化了。对啊，其实是在下面木质化再高一点的时候会比较好一些。嗯。这样的话，咱们再把顶端给它打掉之后呢，它这个两边的侧芽就会变成一个新的顶端优势。再长出来以后，咱们会再进再剪再剪，再长出来再剪。一般剪3到4次，它就成为一个很哇塞的棒棒糖，是吧？嗯。修剪完之后怎么办呢？来一波肥料，促进它的生长发育。把表面的土翻了吧。它也比较深吗？它有肥料了。有，咱们放上肥了是吧？放上肥了。咱们生产经理还算不算抠？还不算抠，不算抠，不算抠，稍微扒拉出来一些。大家在收到任何花的时候，一旦发现上面的表土很厚，你都可以萃出来一些，露出来，稍微等它露出来根系，嘎嘣停就行了。这样的话，利于它的上下通透。你看刚才你露出来根系了，这样不就挺好的吗？你扒出来的这些土它是好东西，你可以再重新的去种一盆，对吧？哦，棒棒糖就这么简单，出来了。嗯，垂丝茉莉的养护上期讲过了吧？讲过。其实它跟普通的茉莉差不多，它怕冷。不低于5度就没事，光照给上，问题不大。它对光照要求不是特别的辣，不是特别的那种强。嗯，它跟那个咱们普通的那个单面比肩茉莉还不太一样。你如果说咱比肩茉莉你是晒不死，你这个你要完没有晒的话，它可能就会不像那个一样哇塞了。嗯，它就是不喜欢夏天那种强日照，其他的时候给足光照就可以了。不低于5度，干了就浇，不干不浇，好吧？嗯，明年春天差不多能开花了。那给大家总结一下吧。嗯，掐头，掐头是为了去掉它的顶端优势。嗯，让它就是把第二下面的这个认为是顶端，然后去长上面。嗯，如果说下面长得很凶，你也可以剪。哦，对吧？都是这样的。就是不断的去除顶端优势，让这个上面长得圆圆满满的。嗯，对，植物的一个特性，它的萌芽能力和萌叶能力是很强的。嗯，所以说第一步是修剪。嗯，第二步是抹芽。对。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你虽然说你有顶端优势是吧？对，你扛不住这个近水楼台，对，所以说把下面这个近水楼台给它去掉。对，还有一个就是你修剪的叶子多了，然后上面的也没有了，就浇水要注意了。对，就少浇水，干了就浇，不干不浇，干就浇土。你别让它可能
可能延续的那个时间比较长一点。对，我就怕有人话说什么，你跟他说少浇水，他就旱死了；你让他多浇点，他就淹死了。啊，那是拿捏住这个量，没别的了，没别的了。我是老花姨，养花最专业。我是老花姨媳妇儿，咱们下期再见，不见不散，拜拜拜拜，好。